啊，菩提心，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，真诚到基础，啊，真心呐，啊，是这个体。第一，起起作用，啊，对自己的作用呢，叫身心。啊，身心，我们看古大德，古大德的注解，给我们解释，好善好德，啊，真诚心起作用，真的，因为真诚心纯净纯善。没有丝毫染污，啊，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正觉，这是菩提心作用啊，对自己的作用啊，啊二。